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我在地方呢是 Lower Manhattan， 曼哈顿下城区。然后现在差不多快要到 South Ferry 坐游轮的地方。现在要去我的本科的院校，叫做 Nine College， 去参加一个我的朋友 Carl Hu 的 Senior Recital， 就是他的大四毕业的音乐会。他是一个 vocal performer， 是专门唱歌剧的一个男生。我们认识有大概4年时间了，然后通过因为疫情的各个方面的原因，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机会聚会，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可以去参加他的 senior recital，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。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去看。天边外。